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川，欢迎点击阿川视频。这里是生化军械库第三期啊、这一期我们要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近战武器呢？哎，等我们抓了这个光头强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哎，等我抓了这个光头强，你还跑？好了，哎，我们变回人类。好了，这一期要展示的就是个黄金军铲，看到没有？黄金军铲，我好像被盯上了。哎呦天哪，我还被盯上了。好，哎呀，天哪！哎呦嘞嘞嘞嘞！哎呦嘞！哎呦哎呦哎呦呦！这有点好，这有点狠呐、啊！你残 M2 刀了他啊！好吧，还是变英雄吧，别作死了。嗯，好。那么刚上来就是一个英雄，这也运气也是真是爆了啊！刚进来然后抓到一个人，然后就变了英雄。这个人品还是不错的。话说大家最近嗓子也不是很好啊。话说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官方发的这个更新啊？好像马上要出挑战了是吧？哎，马上就要出挑战了。爽歪歪啊！哎，大家苦盼多年的挑战终于要来了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一个看法呢？哎，大家一起期待，应该是今天晚上10点更新啊！一起期待，一起明天就能看到这个更。哎 ，nice， 把僵尸全砍掉了啊！就能看到全新的挑战模式了，大家是不是有点小激动呢？没错，从此以后这个装备什么的可算是不愁了，可算是不愁了。好了，那到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做这个评测，当然了，还有那些新的武器啊。哎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我说过一句话，叫做如果在网上见到有人哎打着我的名号来找赞助来借号，大家一定不要相信。就是说如果大家在游戏中遇到某些人，他说哎我是阿川啊，我是阿川，我需要用一个号，能不能借我呀？这种人一定不要相信，哎，一定不要相信。什么样的才能相信呢？就像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说啊，明天要新的版本了，可以这个有心啊，有没能买到新装备的可以把号借我一下。像这种时候呢才是真正的，哎 ，come on 啊！现在呢，大家才是真正的可以放下心来啊，来找我这个提供一下账号。就是明天不是要更新新版本吗？啊，这里，然后如果大家有这个新账号的呢，哎 ，nice 啊！这个队友在后面把这个小僵尸的菊花给捅了啊，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哎呦呦，这队友有点猛啊，都。哎呀，完了，哎，我让你再作死是吧？哎，哎呀，再作死啊，再作死，完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天哪！啊、这个物资的好处就是，哎，怎么被挡住了？我说怎么走不了了？好，这个物资的好处就在于这个，是吧？哎，就在于，啊，呀妹的，啊，洗吧，洗你个打吧！好，我们刚才被挡了一下，这是一个很忧伤的事情，被挡了一下。哎呀，这个新出的武器好像有一个榴弹枪 M249 是吧？哎，大家买了新装备可以提供给阿春，只有这个时候，大家注意了，只有这个时候，就是阿春在视频里。告诉大家我需要账号的时候你才再来这个找我提供账号，不然平时的时候我有自己的赞助号，我是不会接大家的号的啊。那么这一次想上镜的也可以抓紧时间了啊，能搞到这个武器的啊，可以来提供一下账号。 Come on 啊 baby， 他害怕了，看没有，害怕了，害怕了，他胆小鬼啊，胆小鬼，不管他了。胖子足，这胖子也是很有智谋是吧？哎，两个闪红的，你看着，别打他，你妹妹的，别打他，放着我来。我靠，666666，啊，这队友真是可以啊，这可以。好，哎，我们及时的变榴弹英雄啊，我们不要装逼了，因为大字照是吧，很容易出事儿。说阿春像这种，动不动，哎呀，总是对不对？总是控制不住想装逼，老是这个出事儿啊，每一次都是。行思刀几个再变，结果还没刀完呢就被抓了，所以说这次我们还是稳妥一点嘛，还是稳妥一点，还是提前变英雄了，然后跟他们绕一下，看没有，哎，耍了他们团团转，那我们一点办法没有，看没有，哎，一爪子没有瓦掉我，哎呦，好像瓦到了，好的，最后一个母体了，最后一个母体了，啊，没戏了，乖乖受死吧，哎，我们三个英雄调戏你，好，好，我的胜利啊，那看到这个黄金军铲这个重击是比较慢的，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好节奏啊，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轻击，这个补给箱我们就不捡了，捡了好像容易变僵尸啊。这边人有点多啊，怕这边会有变的。好，果然啊，果然有变的。好，可以。好的，有队友在这里是吧？哎，哎呀，我天哪！哎呀，怎么掉下来了？这就不好了啊！好了，那我们就到那边自己躲着去啊。看一下，哎呀，这里没有人，我们一个人躲啊，我们自己躲。杨和刚说没有人，就来了一个 ，come on 啊，哎，这队友把打死了啊，哎，这边又复活了一个，
么了？哎呦 ，OK， 它卡了，它卡了，你卡了，哈哈哒！我这血清都没有用啊。好，卡了就不赖别人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自己卡了就不赖别人了。什么小母体、啊？小母体？为什么说它小母体呢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它看起来，哎，我靠！我靠，这没看到，这是一个隐身的，哇，好猥琐啊，猥琐，没事，我们也猥琐，我们也猥琐。这个隐身的，我还以为是人呢，我还以为是人变刚变成这个刚变回来的那个隐身呢，结果是个怪物，结果是个，结果哎，好了，闪红了啊，他闪红了，切记闪红的时候就要上 ，nice， 但是我们的血清没有了，现在这一局小僵尸估计要被赶尽杀绝了，大家看，小僵尸现在只剩下两个了，一个是母体，还有一个是啊，还有一个是就是个疾风体。可以啊，这局打的可以啊，哇，666666，直接把人打的退出游戏了，看没有？哎，特种兵切成退出游戏，哇靠，直接把人打的退出游戏了，太残暴了，丧心病狂是吧？把人都打跑了，好，嗓子最近不是很好啊，哎，马上就要开学了，然后这个视频呢，跟大家说的是恢复到每天一更的，但是想了想，大家都知道阿春是，哎，这今天是干嘛呢？这个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？阿春是9月3号开学，所以说还有两天的时间，所以这两天呢再疯狂给大家再疯狂的更新一下，然后等这个开学了以后再恢复到一天一个啊，这样是为大家一个给大家这个哎再给大家再来发几天视频啊。哎我靠，没素质啊，你是没素质是吧？我靠，太美好 nice， 这队友神配合神配合，你看我刚才给他控血，然后哎该出场，哎呀完了，哎呀靠这哎呦我去，好险啊，好险！哇，队友也是相当溜啊，队友也是会玩的，是吧？纯会玩啊，纯会玩。好，走你，好的。哎，完了，主枪没子弹了。好，可以啊，不亏，我们再变回来。看没有，这个队友，哎，这个房间里的队友也是会玩，是吧？哎，打的这个好配合。哎，又让我坑到他了。哎，好像还是这个人，大家记得吗？我好像抓了他三次了。哎，好像还是这个人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靠！没血了啊，他没血了。只要他这个有队友在帮你打掩护，你就可以上刀了，因为队友会帮你控血嘛。如果他不是很坑的话，他会帮你控一下血。啊，队友，你看队友来控血了，他直接打死了。那这个队友就不是很理想的队友啊。什么是理想的队友呢？是吧？帮你控血，控到闪红就不要打了。哎，就到我们了，我们队友下去了。哦，我靠！去，这底下两个在底下等候多时了，是吧？哎，等候多时了。我靠，好，哎，这卡了，看没有？卡了。哎，就欺负你这种卡的。等一会儿。哎，就专欺负你这种卡的。我靠，打死了。哎呦，哦，你妹，我靠，好惊险，好，这队友跳过来还被抓了。还好我们有这个血清，被抓了一下以后挡住了，然后赶紧变了。哎呦，好险！现在不知道是几星英雄啊？看下血的话是11000，有粉丝告诉我可以通过看血量来算这个星级，但是我还是不会算。我估计应该是2星或者3星吧，反正一星的话血应该是不到10000的。哎，这是一个母，又是这个啊，又是个隐身的孙子，看没有这孙子？我靠，完了，被盯上了。哎，就我自己了是吧？哦，好，这个时候就要大显身法了，来看一下什么叫大显身法。哎呀，我去！要给你绕，哎，我给你绕啊，完了，被围成一个圈围住了啊，这你就动不了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分数也是来到了 AC， 来到了主宰啊。有人在这个评论里问我，他说我分最高能，哎呀，我的眼睛，有人问我这个分最高能打多少，其实是这样的啊，我玩生化是从来不在乎这个分的啊，完了，先。啊，如果说是就是单纯刷分能刷多少的话，我还真没有数啊。我记得应该是打过一次3000分，不过我玩的是15回合，就是很久啊，很久。有人说他能一回合打1000分啊，我当时就震惊了。然后，好 nice， 哎呦 ，nice 个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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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点不 nice 啊。他为了刀个僵尸把自己都变了是吧？嘿，走你，好的。这个应该是个残，哎，完了，算错了。好，没事啊。哎呦，这母体啊，从后面过来了。这个如果单纯是刷分的话，我还真没有试过。哪一天我可以发一个这个单纯的刷分视频？那怎么才能让分高一点呢？第一点，你先
不要像我这么作死啊，不要像我这么作死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你换上一个子弹多一点的机关枪，守住一个点儿啊，就像雷霆诸怒那样，然后疯狂的刷分。阎王咆哮也不错，阎王咆哮打死以后可以加子弹，然后其实单纯的刷分来讲就没什么意思了，是吧？主要还是以刀僵尸作为一个乐趣吧。哎，什么球？我靠！666666，他拿这个散弹的重击是吧？拿这个毁灭者重击把我给刀了。啊，好。哎，这边这个队友不行啊，这边的队友啊，前扑后继。好，我们刀被刀了，看看这边这个队友，哇，这边是 ACE 吗？啊，这他把我超了，他超了我，变成了主宰。这个毁灭者，那个是叫毁灭者吧？反正右键还是很好用的啊，散弹枪，开两枪一个重击，好的 ，nice 啊，母鸡把它抓掉了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来，我们去上面躲一下，去上面躲一下啊，去上面躲一下。哎，不行啊，我在这不大安全，感觉总感觉不大安全。哎呀，果然不大安全，变母体了这。啊，没事，来。我们这不刷分了，我们这分好不容易600多分，不刷了，就打完吧。你看这个挂机的，哎，这挂机的你就赖谁是吧？别打我，不要抢我人头。这还一个，你还有一个，你说你这不作吗？这不自己作吗？我没看到你打我是吧？好，啊，这个地方跳着过来，哎，你去死吧。好的，你还刀对哇666666，你看他这把这个家伙刀了以后，啊，可以了，这条命值了。好，这边，哎，这边，哎，好吧，被抓了，啊，好，哎，小伙子干什么呢？哎，你走路都不回头啊！好，楼上还有一个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我决定先搞这个，因为大家注意了，被母体抓的是变不回来的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又是这哥们儿啊，又是这哥们儿，被母体抓了以后啊，就是这个变异体的数量，它是会增加一。就是如果你是变异体小僵尸抓了人的话呢，大家想一想，哎，这个被抓的那个人呢是变成僵尸，但是原来那个人呢他又变回了人，所以说在这个人类数量和这个小僵尸的这个数量平衡上是不变的。但是如果你被母体抓了，母体是变不回人的，所以说这个小僵尸这个变异体的数量呢会这个固定的增加一啊。所以说如果母体抓的人多了，这一局游戏会很快的结束啊。啊，我们就守这里啊，要变了，哎，你看我猜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这算的很准的啊，这个地方不是很安全。嘿，在空中把它干掉了。这边这个母体在挂机，好，不管它了啊，先打这边这个小僵尸。哇好，来这么一堆胖子，胖子，来两个胖子。哎，可以。哎，人呢？胖子，空气啊，空气，好了，可以了。诶，他还知道跑是吧？可以知道跑，先把这小的打死啊！我靠，都打死算了，这太吓人了，这一个加速太吓人了。好了，哎，又追上来了，不行啊！这是刚才两个很好的机会啊，没有利用好，刚才闪红了，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啊。醉了啊！好，没有血清，没有了，赶紧跑啊！这杀的虽然多，但是没刀几个啊，一个也没刀啊，差不多了啊！哎，他敢跳吗？他不敢跳，我觉得，你看，怂啊，就是怂啊，送你个雷，是吧？就是怂，嘣，揍你！吼吼，空中接力啊，空中接力。啊，这个物资真是好用啊！我原来一直觉得物资好垃圾，打生化真是个神器啊！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打生化，所以说我也没发现这个物资这么好用。啊，又打死了！啊，十连杀！这个物资火力够猛，然后子弹够多啊，然后它主要还是比较轻便，便携是吧？好吧，我们还是变英雄吧。哎，还是变英雄吧。OK。是时候虐小僵尸了啊！好，这分竟然还没有到主宰，这个第一名是分多少啊？这好了，我们就在上面。哎呦，刚刷掉下来了，没事啊。这一局人类比僵尸多，所以说胜率还是很高很稳的啊。哎呀，这都能被抓死，丢不丢人啊？哇，这都能被抓死，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！
没事，我们是死不会死。你看我们这战术是吧？我们采取一个这个，对吧？在高处进行这个的。好，是来到了第十回合啊，来到第十回合啊。这个军铲它其实就是这个重击啊，有点难把握啊。其实还是挺好用的，其实还是挺好用的啊。好了，这个伤人有点多啊，决定不在这里了。人我有这个人多恐惧症，哇嘎！我就知道人多没好事啊！哎，一个挂机的小光头强，可以啊，给我送了一个啊。好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后花园。好，哎，呵呵，这哥们儿发呆呢，他在干什么 ？Are you OK？ Are you OK？ 他在发呆，那你发呆，那我就是吧，那就不赖我的事了。哎，还没死竟然好。啊，这个又是一个挂机的，那挂机送人头，你说你不要，你都对不起他。哎呦呦呦呦，哇，这母体，对，忘了啊，母体会母体知道你在哪里啊，差点忘了这事儿啊。母体他那个他的视觉里边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定位的，你就能知道你在哪。好吧，哇，这边人好多呀，别在这作死啊，先去找这种单帮的，这种单帮的呀。哎，没有这种落单的呀。好，有个人自己掉下来了，嘿，你自己掉下来，你就不来我了，嗯，好，赶紧变回来，嚯，没看到我，还好没看到我，好的，一个人守还是安全感比较强的，哦，我要转点了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我感觉要死，奇了怪，满大街没有人呢，哇，六，这队友六了。好了，一个队友来了啊，帮他打一下掩护。什么叫好队友是吧？该帮打掩护的就得帮打掩护。来，一块回头，一块守。我的天，我先撤了。啊！现在，我靠！好，这个哎，这是啊，那个人类全被抓了。不行啊，不能这么下去了啊，我还是自己行动吧。哦，我自己躲这里，估计要变母体了。我的天哪，还真是母体啊，我只是说着玩玩的，还真给我变母体啊。我的意思是让我变个小僵尸就行了，他真给我变了个母体，我服了啊，服了，可以啊。这个系统我真是服了。哎哎呦，还有血清，可以。哎，刚才好像还抓了一个隐形呢，真是歪打正着，瞎猫碰见屎耗子啊。这里有一个作死的，你看没有，哎，一个作死的不看屁股，哎呦，被抓掉了。好，来上演疯狂感染吧。这里还一个，好的，他被抓掉了。哎，就是一个了。这里。哎呦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他了。哎，在这儿呢。好的。没子弹了吧。他这个换子弹是一颗一颗的换，打一颗换一颗，根本就不行。哎，又来一个，哇，八连抓。六连抓。啊，这还一个，嚯，哎呦呵，啊，就这个就是把我那个刀的那个啊，哎，我还非盯上你了，看一下，好，这里啊，就是这个，好，被抓了，这里还一个，哎，你好倒霉啊，你复活在这种地方，你不是很倒霉啊？好的，七连抓，啊，这当母体简直就是人类的噩梦啊，母体小王子啊，僵尸小王子啊，当人当的不怎么样，当僵尸这么牛逼的小王子啊，这么牛逼的这个，哎呀，好啊，不在这躲了，我感觉又要变了 ，fuck， 啊，没有变，差点就 flag 了，差点就立 flag 了，哎呀嘞，我讨厌母体啊，讨厌母体，呀，哎呦，come on。北北，人呢？你还跟我绕是不是？哎呦，追上了！好吧，没想到胖子跑这么快，看起来感觉追不上，竟然还是追上了。走，找那种一个人守的，哎，一个人守的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哎，这个算了，这个看起来很厉害啊，是吧？看起来很厉害，哇，这么多人！哎妈，拿刀上来了，哦，拿刀了，拿上刀了。这个房间的人类都是丧心病狂。好了，
来，仔细乖，我看到一个人影闪过去了，在哪？哎，在这儿啊 ！I got you， 哎 ，I got you，I got you，I got，I got， 哎哎，去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啊！我就说隐隐约约看到了嘛。好嘞 ，nice， 终于可以一个人躲了，好高兴啊！哎呀，天哪，天哪，这么多人！哦哟，当我没说，一点不高兴啊，一点不高兴。啊，这没法刀僵尸了，人太多了。好吧。哦哟。如果你来一个的话，我还是能搞定的。哎呀，当我没说。我最烦这种一堆的来，是吧？治不了他们。哈，哈啊，加速啊，太恶心了，加速根本搞不定。好，这里有一个落单的，好好好好好，哇、哦，这个人品，这个人品爆了，哇塞！哎，赶紧再回去啊，没有人看到我啊，没有人看到我要变英雄了啊，真没有人看到我，爽了爽了爽了，哦，要变英雄了 ，Come on， 你再来，我让你再来，你再给我溜，你再给我溜啊，你再给我溜，来，谁敢再过来给我溜？哎，好了，那、啊、可以放心躲在这里了啊，好的，哎，电脑又开始变卡了。让你再给我六啊！我现在应该是，我看血啊，血是一万五，应该是三星，应该是两星或者三星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一万五的血对我来说很足够了。好啊，这个队友是四星啊，那我应该也是四星吧？咦、哎，一下一个，这都是吧？开玩笑是吧？开玩笑！来来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了！来来，我来帮你了！不要怕，你不要逃避，来，我来帮你了 ，Come on， 来一块搞这个母体。哎，你还咻，你还射，你死吧你！哎，闪红了，好吧，没必要搞砸了。来到了最后一回合，也是本期视频的最后一回合，看一下表现怎么样。那我们这个只要不变母体就行啊，变母体的话真的是没有爱了。每次一拍视频就光变母体啊。好好好好，还好啊，虽然变了小僵尸，但是至少没变母体，这让我们心里得到了一些宽慰，好吧？这样没事，反正我们可以很快变回来。OK。这僵尸要死了，你看着吧，这要死了，吓跑了。哇，这个房间人真的是很丧心病狂，看没有？又每一刻都在有人在刀。好，小心啊，小心翼翼。哎呦，来了个隐身的啊，来了个隐身的。Come on！ 哎，完了，血算错了。啊，我还好这么一个光头强在这发呆，是吧？嘿嘿，专业坑队友，还是打红了再刀比较稳妥一些。这个母体在挂机，没看到我，我从他身边绕过去啊，先不要打草惊蛇。好了，现在可以打草惊蛇了。胖子也发现我了，把母体搞死以后，基本就万事大吉了。小母姐受死吧，是还跑，你还跟爸爸跑，你还跟爸爸跑啊、oh, shit， 爽啊，这一局如果当英雄的话就爽了啊，打死了。好，这一局如果当英雄的话就爽了，没有母体的感觉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啊，没有母体的感觉。好，看队友，看给队友打配合，给队友打配合，刀刀刀，哎呀，你怎么不刀那么红的呀，这人这让人好忧伤呢啊，我好纠结啊。来两个胖子，我决定先搞这个，去，哎，这个也要死，你看着吧。好，死了啊，死了。好好的，终极时刻，哎呀，吓我一跳，终极时刻即将来临啊，终极时刻即将来临，呵呵呵呵，多少分？哇靠，竟然还不是主宰，这个主宰也太溜了吧啊，明这个高手在民间啊，大神在民间，我非得刀一个再变，我就这么任性啊！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哦，不要装逼了，好，万一出事了呢，是吧？万一出事了，就得不偿失了。好，好，哎，我这血掉的好快啊！完了，好，最后一个，来吧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来吧，最后一个，去死吧！好的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